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厉害了，怎么个厉害法？因为他的歌声，他的声音的变色度超高。嗯，基本上是这样的，他唱不同风格的歌曲，都可以化作自己的风格。好难模仿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接下来这位上场的歌手，绝对是我最喜欢的男歌手。 没有之一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之一，真的真的，我真的好迷他独特的气质，他的嗓音，他性感的那个歌喉，完全是把我们给融化掉了。他的歌喉已经用性感来形容。而且知道吗？前段时间热播的《咱们结婚吧》的片尾曲也是他唱的，真的很好听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我每天都哼呢。那你算算，你不要再台上哼，我可以到台底到台下去慢慢哼。好，让他在台上哼完整首歌，好不好？行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喊出他的名字。 杨宗纬，其实都没有，有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。 下一首歌叫做《歌未央》。
2000年。